好，咁啊，香港即係上年施政報告咧，特首就話要推動 Artech 啊，咁啊攞咗1億出嚟就民政局負責統籌嘅，咁啊，但係目標係啲咩咧？做啲咩咧？咁而家咧都係未有一個具體嘅方案嘅，咁啊，我就會有少少提議啦，分享，因為我都做咗幾十年 Artech 啦，咁就有一啲經驗可以俾大家參考。咁好多時候咧，我哋講 Artech 咧，最緊要係咩咧？人才，因為器材咧，香港就夠錢買噶啦。咁但係你識唔識買咧，都係靠人去買噶嘛，係咪先？就唔係 AI 去買嘛。咁啊，買咩器材或者運用啲器材咧，都係靠人嘅。咁人才好緊要啦。咁啊 ，Artech 究竟個發展嘅目標，我覺得有幾個方面嘅應用嘅。一個係影視行業。即係由拍廣告啊、拍電視啊、電視劇啊、電影啊，其實都可以應用到新嘅 Artech 技術嘅，即係好似講 XR， 譬如你話最近《爆破專家》第二集，或者你講啲人都有講嗰個叫咩啊？鄭伊健嗰個廣告都係用 XR 嘅方法去拍，或者我哋都知道咧，Star Wars 最新嗰個電視劇咧都係用 XR 嘅技術，即係唔需要錄幕啦。咁啊，有好多好處嘅，就唔使咁多後期啦。演員亦都可以比較投入到個演出啦，唔使帶住黐住一粒粒嗰啲嘢啦，咁係有好多好處同埋優點嘅。咁 Excel 呢樣嘢，咁當然除咗 Excel 之外咧，影視嘅用途，譬如你講聲音啦、音樂，譬如你話音樂創作，點樣個可以做到好多沉浸式嘅音樂啊，或者你講360啊，或者你講好多新嘅音響，你講 MQA 啊，有好多新嘅音響嘅製式。係點樣去配合啦？另外啲麥啦，係咪？另外麥啦，我哋用麥，我哋喺做演唱會裏面嗰啲用好多 LED 啊，譬如大家會睇 Netflix 而家有播啊，有對日本樂隊叫 Perfume 好多年㗎啦，就用好多 LED 同埋互動裝置嘅，咁就背後嗰間公司咧都係負責。即係奧運會上年閉幕式咧，日本即係講哆啦 A 夢嗰 part 嘢咧，都係呢間公司做嘅，都係好。TeamLab 以外咧，日本其實有幾間呢啲公司咧，專係做好多呢啲用 Artech 嘅嘢嘅。咁但係點解日本會做得咁成功呢？首先就係話首先個客户有要求啦。另外一個咧，佢產業我哋講啊，產學研嗰度咧就係 TeamLab 好多老師都係教緊書噶啦。學生咧一入去就已經跟師傅徒弟制啦。呢啲香港係冇嘅，香港係唔準。即係商業機構去參與教學嘅，或者有，但係其實我哋就好笑喎。你講產業咁，如果做緊商業成功嗰啲人唔去教，咁咪點會成功呢？咁你揾一班淨係有學術背景係唔得㗎嘛。所以一間好嘅藝術學校或者好嘅設計學校或者好嘅創意學校咧，應該裏面係有三類人嘅，一類咧係業界好成功嘅人。一類咧就係業界未成功或者後生仔嘅人啦，另外一類咧就係有學術背景嘅，另外一類咧就有技術背景嘅，即係我覺得係要有一個好大嘅拼盤先得。但係而家香港啲教 Artech 相關啲學校咧就比較單一化，因為我哋要國際排名咧就要出論文啊，所以就比較着重你要有 PhD 先請，冇 PhD 就唔請。但係其實咧就 PhD 嗰樣嘢係咪咁重要咧？喺 Artech 裏邊係唔重要嘅，即係好似 Steve Jobs 都冇 PhD 啦。是不是？即係好多人都冇 PhD 啦，喺科技界或者 Artech 界，係嘛？咁所以呢個亦都係香港要小心咧，就唔好到時咧就淨係搞 PhD。PhD 要搞，我唔係反對，但係我覺得應該係均勻啲。而家香港咧就有啲走咗一啲片面啦。咁啊，除咗影視娛樂圈可以應用 Artech， 一定可以應用 Artech 之外咧，就另外一個梗係主題公園啦，譬如海洋公園點樣應用多啲 Artech 咧？譬如個水母館點樣可以用一啲新嘅投影啊、LED 技術啊去展示咧互動裝置啊、表演啊。其實主題公園係應用 Artech 最多嘅地方嚟嘅。你去迪士尼都好啦，嗰個鬼屋係嘛，即係可以跟住佢一齊走啊，有 3D 投影啊咁樣。咁其實海洋公園應該係要嚟開發咧，做多呢方面嘅嘢。咁但係做而家得唔得咧？又唔係喎，因為海洋公園就唔喺民政局下面噶嘛，喺邱騰華下面噶嘛。咁但係我覺得係應該要咁做咯。咁另外一個就係話娛樂嘅投資啊、gaming 啊好多嗰啲咧，其實都要有一個新嘅整合嘅。即係好似數碼港咁樣，係咪佢應該因為其實搞 FinTech 喺中環咪搞得咯，同埋 FinTech 屋企搞都得㗎嘛。即係點解要搞揾個地方搞 FinTech 咧？我都唔係好明。但係 Artech 係要地方嘅 ，Artech 要地方做一啲實驗。
就係話要一啲實驗室去試驗音響，譬如話好似巴黎蓬皮杜中心旁邊，蓬皮杜中心下面咧，佢有一個佢有一個好重要嘅做音響科技實驗嘅實驗室嚇、啊。譬如你講投影嘅 LED， 其實係需要好多實驗室去試嘅。咁但係其實而家香港係冇規劃政策咧，係撥出啲土地咧，係俾人做一啲同娛樂相關嘅開發嘅。咁就有好多影城啊，有好多城，但係其實有好多中小型嘅製作公司咧，都係需要多啲工廠大廈空間嘅。咁我覺得嗰度咧就應該政府有啲政策，同埋咧而家科學園啊，或者係數碼港嗰啲咧，即係好多時候就初創三年就趕你走啦。咁其實有啲公司其實可能要做十年、二十年先成熟噶嘛。咁所以我就覺得，首先科學園開放一啲藝術團體都可以參加咧，係嘛？可以用咧，合作咧。咁佢哋開咗個體驗中心，嗰、那個你睇到個體驗中心，你就知道香港幾落後啦。嚇，因為佢哋做緊大部分，我覺得除咗幾個作品之外咧，大部分都係一啲十年前嘅嘢嚟嘅。咁都冇辦法啦。咁香港係落後啊嘛，即係我哋都承認，我哋仲用緊八達通啊嘛，係咪先？咁啊，我哋而家遲嚟先上岸，希望我哋可以做到呢樣嘢啦嚇。我哋遲啲開始，但可能我哋可以咧。超前翻嚇，咁所以呢個影視嗰邊咧 ，Artech 係要使用好多呢啲嘢嘅，背後咧，所以就涉入到教育啦。教育咧就係話，首先第一方面咧就係 Artech， 因為需要好多人才啦，咁所以教育咧亦都要提供好多創作人才、技術人才去支援翻嗰個產業嘅。例如話技工，尤其是最重要 technician 係嘛？咁你有好多好貴嘅器材，你唔識用，或者有好多新嘅，譬如你而家講緊 PS5 用緊嗰個 Unreal Engine 寫嗰啲嘢啊，或者 Unity 啊 gaming 嗰啲嘢，其實軟件嗰度都需要好多人才嘅，即係軟件。咁但係硬件亦都要配套嘅，拍攝嘅人才啦，做 tracking 啦，或者係好多硬件嘅嘢都係需要嘅。咁所以其實嗰度需要好大量嘅人才。但係而家咧，香港有一個問題咧，就係好多課技工相關嘅課程咧，都佢將佢濃縮咧，由四年，有啲四年變兩年，有啲三年變兩年，其實唔健康嘅，因為有啲技術上面嘅嘢咧，你冇五年都掌握唔到嘅。咁所以其實好多兩年制嗰啲其實就唔合理嘅，嚇。咁所以唯一一個方法，我就會建議咧。兩年之外應該加兩年實習，就一定要實習。咁你變咗咧，二加二兩年學校兩年實習咧，個學生出到嚟咧，佢嘅競爭力一定強好多。去邊度實習咧？好多公司啦，或者老師揾多啲公司做夥伴，又教埋學生，又教埋成啦，係咪？好多製作公司。咁我覺得呢啲就實際啲，係嘛？咁亦都咧win-win 啊！咁亦都可以慳返，唔使請咁多老師，亦都可以揾多啲係在職做緊業內嘅老師去教徒弟制。我覺得技工嗰度一定係唔應該係太封閉式嘅。咁但係而家演藝學院啊、成大嘅創意媒體啊，或者職訓局下面嗰啲學校呢，都係比較封閉式嘅。我覺得應該開放。咁所以教育嗰度呢，一個呢就係人才啦，另外一個呢就係Artech 應用喺教育嗰度啦，咁點樣應用呢？譬如話小朋友immersive audio， 或者你喺小學老師可以做一啲投影啊，或者係用一啲互動教學。而家都用 iPad 啦，但係咪可以將嗰樣嘢喺個課室裏面放大呢？唔使淨係個個對住個 pad， 係對住個空間呢。而家有咁多投影或者沉浸式，或者老師講嘢用咪，嗰支咪係咪都可以好啲啲聲？聽得入耳啲咧，校長嗰啲禮堂係咪應該 upgrade 咧？香港啲大中小學啲禮堂係咪要 upgrade， 等嗰啲音響好啲？或者課室係咪有啲新類型嘅課室，點等個教學可以互動性更強，同埋同科技貼近之餘，有翻多啲人性喺裏面咧，唔係淨係對住塊平面咧？咁而家技術係有嘅噃，咁所以我就覺得應用喺教育都係好啱嘅。或者係應用，而家咧你睇到咧，中央台最近有個節目都喺度介紹緊喺醫學嘅教育啊，或者係一啲中小學嘅教育，或者幼兒教育裏面咧點樣應用 Artech， 其實都有好多可能性嘅，亦都係而家啲科技咧，亦都係可以做到，同埋價錢亦都唔係好貴。譬如一個課室啊，若果可能用50万咧，亦都做到一個非常之唔錯嘅一個沉浸式經驗嘅一個教育空間嘅。亦都唔係好難，普通 laptop 都控制到嘅，或者你做 PowerPoint 係咪進化唔係做 PowerPoint 咧？個 PowerPoint 可以變到係一個沉浸式嘅 PowerPoint 咧，得唔得咧？都有咁嘅可能嘅噃，係咪？亦都係應該可以做到，但係你就要好多配合咯。咁我覺得可以加強個教育啦。另外一個咧就係、疫情之後咧，我發覺我哋用 Zoom 教學，但係點樣利用 Zoom 可以更加沉浸式咧？學生老師用咗 Zoom 嘅方法教學，點樣可以佢有好處喎，就係話。
你可以節省翻啲教學時間，學生有多啲時間去睇書啊，做第啲嘢，或者係嗰個教育嗰樣嘅學校嘅設計，可以學校係更加多人類活動為主嘅一啲嘢，多啲運動嘅設施啊，等同學喐啊，藝術嘅創作嘅設施啊，陶藝室啊，繪畫室啊，學書法啊，而將一啲教學嘅活動咧，可能係在家學校都得㗎。即係其實我哋應該有利用 ArtTech 嘅想像力去諗下將來嘅學校係應該點樣設計，幼稚園係點樣設計。其實而家啲技術咧係好可以嘅，同埋點樣應用？譬如話我哋小朋友中意玩 game， 點樣可以用 game， 或者你講PlayStation 又好。Switch 又好，系咪可以同教育結合呢？一路玩一路學到嘢呢，其實都得嘅喎。但係呢樣方面一定要研發啦。研發咧就大學有個責任啦，或者係一啲大嘅企業都有個責任做研發嘅。譬如咧，韓國啊、Samsung 啊、LG 啊都有自己嘅研發嘅平台或者研究中心。其實香港一啲大企業咧，即係老實講，就係啲地產就唔搞研發，佢唔使噶嘛。你起幾多都係30,000一尺，咁其實係一個問題嚟嘅。咁你政府點樣去區分翻一啲？豪宅地產發展同埋撥啲空間出嚟做一啲真正嘅研發咧，呢個係一個政府政策需要去面對嘅。咁所以呢個亦都去翻咧 ArtTech 第三個部分應用喺生活啦。ArtTech 點樣應用喺生活咧？嗱，譬如最簡單為例啊，呢個我哋成日講緊即係大數據係嘛？咁我哋成日講緊買飛嚇，我哋而家去飲食。都有好多 open rise 啊、訂位啊嗰啲，都係有一個透過科技去提供個效率。咁喺個生活上面，譬如圖書館咁樣，係咪可以有一啲即係用而家都有得電子借書啊？但係我哋嘅圖書館設計係咪可以多啲 ArtTech 嘅元素喺裏面，等大家個閱讀嘅經驗會更加特別呢？係咪？或者點樣透過 ArtTech 會令大家對閱讀會更有興趣呢？咁呢個都係一個喺嗰個生活層面上面，或者係我哋去到一個地圖或者運輸處，你去運輸處嗰個 app 睇下，而家係好唔應用到 ArtTech 嘅嚇，或者係點解咧？就我哋嗰啲揾米錶啊，或者係我哋啲地圖啊、交通工具啊，其實政府嘅係最大應用 ArtTech 嘅機構嚟嘅，政府嘅網頁啊、網站啊、一張稅務局嘅稅單，其實都應該電子化嘅，應該將 ArtTech 化嘅。尤其是好似康文署有好多服務咧，圖書館啊、博物館，其實都要加大呢一方面嘅嘢，等我哋有一個新嘅體驗。尤其是我哋講緊大部分嘅文化藝術場地都係康文署嘅話咧，點樣能夠做到一個平台出嚟，係等到市民大眾咧係可以去享用到一啲文化嘅設施嚇，甚至乎政府嘅招標系統係咪多啲想像力？而家好多空置嘅街市啊、啲檔位啊，係咪可以做用一啲 app 嘅方法去短期租俾人做啲 pop up market 咧？係咪？而因為其實 ArtTech 嗰樣嘢咧係一個應用嚟嘅，佢。除了話藝術上、創作上，其實點樣應用喺生活都好緊要嘅，所以 App 都係一種 ArtTech 嚟噶嘛。咁你其實好多市集啊、網上嘅farm， 即係嗰啲所謂農產品市場啊，其實都可以應用一啲 ArtTech 嘅嘢咧，係去接觸到市民咯，滲透喺個市民嗰度咯。咁另外去到房屋都係啦。我哋講生活，我哋嘅公共空間點樣可以利用到 ArtTech， 或者我哋好多ArtTech 去令到個生活嗰、那個，譬如好多工廠大廈係咪可以透過 ArtTech 去改裝做一啲短期嘅臨時嘅房屋咧，中轉屋唔使捱貴租咧嚇。政府可以點樣做到一個譬如一個 ArtTech 嘅系統，一個 app 可以俾人哋去劏房，可以揾到啲好嘅劏房咧，唔係揾笨嘅劏房咧，又漏水又臭啊，又冇電嘅劏房咧。咁呢啲其實都係有好多想，譬如我舉個例 ，MIT 有一個最近成立咗一個咧，就係關於呢個市民啊，即係點樣利用大數據去提升市民生活嘅一個研究中心。咁呢個研究中心裡面就會應裡面咧就涉及到點樣將啲大數據用一啲咩視覺嘅方法展示，等人哋明白嗰啲數據，咁都係一種 ArtTech 嘅過程嚟噶嘛。咁其實美國啊、日本啊、韓國都做緊好多啲嘢，反正中國內地啊，譬如你睇呢個百度都好咧，都係做緊好多點樣優化嗰個地圖嗰樣嘢。咁其實香港呢一度係咪應該都要即係講一講咧？係咪？咁喺個經濟發展上咧 ，ArtTech 都係可以有好多幫助，譬如話商場。
點樣更加有吸引力，或者將來商場嘅模式咧點樣結合 art tech， 咁其實都係要諗喎，你唔可以死咕咕咁樣嘅喎。同埋而家好多 pop up shop 嗰樣嘢，我哋靠所謂名牌消費經濟咧，未來幾年應該都會慢慢會有變化嘅。你唔可以商場唔可以淨係個個商場都賣同一樣嘢嘅，要有自己嘅特色嘅。咁 art tech 咪俾你特色咯。咁你 K 11嘅成功就係佢有啲特色喺裏面啊嘛。其他啲商場咧就係間個商場都一樣噶嘛，係咪先一層一層咁嘅嘢？但係 K 11好似探險咁啊，上到去嗰層有個空地喎，有個博物館喎。咁我覺得嗰個都係一個城市規劃嘅問題嚟嘅，就係、譬如喺日本咁咧，就指明啲商場裏邊要有劇場啦，或者要有博物館。內地都是的，所以你看到內地很多博物館近年發展得很蓬勃，就是你要做一個地產項目就要起埋博物館，起埋文化中心的。但是香港現在就沒有這些的，我覺得應該要引入，因為你譬如啟德那裡都有幾百萬呎要做這些東西，但是擠些什麼下去呢？擠些什麼 art tech 下去呢？還有大家要知道將來疫情之後呢，所謂很大型的活動是越來越難的，還有因為科技發展呢，你現在看英超聯不用現場看的嘛，在家裡看都可以的嘛，看得還好近鏡，是不是你去現場看呢很遠的，一粒粒這樣就來走，是不是？所以那個整個生活變化呢，那個 art tech 怎樣應用在生活，怎樣應用在經濟，怎樣應用在教育呢，其實都有很多可能性的。那我覺得香港政府應該首先有個 art tech 的藍圖先啦。咁如果直接同康文署民政局有關，就康文署嘅設施點樣去更加 art tech 化啦。另外一個咧就係點樣利用 art tech 咧去吸引更加多年青人去參與一啲文化藝術嘅活動又好，或者入行都好咯。咁啊，另外一個就喺人才培訓啊、教育嗰度，佢可以製造好多機會俾年青人嘅。咁點樣做咧？我都係覺得好實在。海洋公園變咗 art tech。嘅一個中心，裏面有教學，亦都俾啲工，因為變咗 art tech 創意產業園啊，我覺得係好好嘅，又可以接觸到市民，係嘛？又可以咧做到好多唔同嘅嘢。咁而家好多都話唔養海豚啊嘛，咁嗰度好多地方整嘅，嗰啲地方用嚟做乜咧？咁所以我就覺得咧，海洋公園咧做一個 art tech part 係好應該，同埋可能唔係淨係一個，可能有幾個，科學園都應該有一個咁樣。